我从小一直觉得你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，但是后来你好像变了。我尽管感情上的事比较迟钝，却也能感觉到你对我的厌倦。小青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了？如果是，请你告诉我，指腹为婚的事我会解决的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一直都爱着你啊，我只是个性可能高冷了些，以后我会改的，莫言哥哥。小青，我们结婚吧。可是莫言哥哥，匆匆忙忙整理了资料过来，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了。莫言哥哥，你知道我向往的是柏拉图式恋情，所以我不能结婚。莫总，你不能和他和好。你算什么？我和莫言哥哥说话轮得到你这个二奶插嘴？我之前不理你是懒得和你这种做二奶的说话，现在看来不好好教训你是不行了，非要教训教训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吗？来，小青，冷月只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我本来还对你带有一丝的愧疚，现在我只觉得你该被教育一下了。我也送你一份大礼，喜欢吗？这可是我用心收集的哦。这是我和冷天的照片，他怎么弄到的？小青，你骗我。你说你天生高冷，却和他小鸟依人。你说你向往柏拉图式爱情，却能和他去宾馆。在你们眼里，我是不是是个傻瓜一样？不是的，莫言哥哥，这些都是他 PS 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假的？哼！自从你这个哥哥出现了，你就变了。我还以为只是有个哥哥让你觉得开心，每天辛苦为你家打理公司的一切事务，让你的家人过得开开心心，用着花不完的钱。在你们眼里，我是不是就是台取款机？莫言哥哥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些都是这个冷月 PS 的，他想要陷害我。我的肚子。小青，他流血了，快叫救护车。母子平安，多亏你们送来的及时。恭喜莫总，你要当爸爸了。母子平安，这样分不清是谁的孩子，莫总岂不是被套住了？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没有碰过他。莫总，您在开玩笑吧？小姐不是您的未婚妻吗？我给孩子爸爸还有伯父伯母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应该正在赶来的路上了。冷清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。